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，就是我爸妈很喜欢听，所以我就耳濡目染，从小在姜惠我不行啊，姜惠我唱我就下不了台了，不行。这个是三毛写的词，对，然后那个李宗盛编的曲，然后他是写给潘越云的一首歌，他叫做《飞》。对，然后这首歌是，就是我从小在车子里面，就是我爸妈载我的时候，我都是听、听、听，然后就很喜欢这首歌。对，好，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它歌词有点难记，所以小的记性差，就如果忘记的话，会唱的可以一起唱。谢谢。好，我们那个谢谢钟莹，他再过几天就要去当兵了。
们一起祝福他。在台湾的那个男生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当兵。哎，我已经出声音了。好，那再来那个接下来的两组呢？哦，他们是今天就突然就出现在铁花村，他们很特别哦，都看起来像是浪人，哦、浪人三人组，哦、来自两个是来自日本。然后一个来自韩国的朋友，这样，然后团名我实在是不是很会念，但是，他们会那个接下来的两组呢，会把时间交给他们，他们会轮流上阵，所以第一组要表演的是这个韩国，哦 ，Yeah， Welcome， Korea， Yeah， 好，大概是。程度直到这里，我们掌声欢迎这个来自韩国的朋友。哇，他真的，我真的第一次看到有人